这个蔡副院长带领立法院的同仁参加哈，那我们行政院也不能怒气的哦，我们就只派院部长。<笑>我有把握哈，我有把握蔡副院长跑马拉松绝对没有业绩总部长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业部长平常有在跑嘛，啊，他平常有在跑啊。就刚刚好是院部长为行政院争光的时候了。如果大家全部全力攻击育的话，能够不止强身，更能够强国，那更进一步的能够带动社会，更正向的发展。不晓得能够有没有时间去跑了哈，很怕副院长的这个期待哦。不过好，精神上做法上一定支持。是。